大家好，我是丁真。丁真，你知道到公共场所一扫是扫什么吗？开玩笑，当然是扫场所码。那还有三查又是什么呢？是查我包里有哪些东西吗？不对不对，是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三查是查健康码、查行程卡、查核酸检测报告。出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出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戴好口罩。现在知道什么是一扫三查戴口罩了吗？四川加油，甘孜加油，疫情过后我在甘孜等你。中华民族一家亲，携手同心抗疫情。我是甘孜抗疫志愿者丁真，欢迎您一起参与民族团结金家庭助力战役行动。